上香。佳节女夜，现在又跟过来了呢？没和你打仗是吧？我不跟着你，我咋找我哥？孩子，亲娘的事，怕死啊？你都不怕，我怕啥呀？孩子，我爹说了，我这不是女人。像个娘们有啥意思？唧唧歪歪的，一有点事就哭天抹泪的。快点！爸，你有女人了？还在娘胎里，都快点！醒了，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能起来的。哎，你咋来了？你回去吧，别在这坐着了。一个救人，一个杀人，哪个葛大妮儿才是真的呢？为什么？他们为什么要杀我？葛家到底跟我有多大的仇呢？是你逼他这么做的。我逼谁了？还能有谁啊？你说老八媳妇儿，那是他应该做的。你和他有仇吗？应该有吧？什么仇？仇大了。
应该是上辈子欠下来的，就像是岳飞跟秦桧，林冲跟高俅，反正这仇大了。没跟你开玩笑。你看我这样像是开玩笑吗？我怎么觉得你不像是在给弟弟找媳妇，反倒是在糟践人呢？哟，回来了，有人香烧了吗？你干嘛呢？这是他们送来的贺礼，老规矩，东西归你，钱归我。放下！啊，我让你放下！咋了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儿个起，所有的东西都归我管，你敢碰一下，我跟你拼命！那以前不是这样啊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那彩凤在的时候，少跟我提他，我可不是石彩凤。不光是今儿个这些东西，往后家里所有的进账归我管。孩子呢？三嫂家呢？我说的是定邦，我不是让你接孩子吗？得了吧，他吃我的心都有。这里边要是少一个字，我把你手指头剁了。你要是叫娘，娘就把这个小老虎给你。是吧？你要是叫娘，娘就把这枪给你。娘，哎，来，你拿着玩吧。花花姐，哎，月儿，哎呀，你怎么给孩子玩这个呀？没事儿，这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。就喜欢玩这个，拿拿着玩，跟我小时候一样。哎，老爸媳妇儿回屋了吗？回了，跟老爸吵架呢。吵架？你说当家的为什么非要抢这么一个女人呢？她就是随便抢的呗，那还有什么原因呀？我倒觉得，她跟当家的不像是生人。倒像是熟客。大妮，哎，我回来了，媳妇儿回来了，媳妇儿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哎，睡柴房去。为啥呀？我是你男人，你是我媳妇儿。你媳妇儿孩子都输出去了，还算是男人啊？那是我手机背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早晚有一天我与老爸输来运转。怎么着？你还打算在赌场上转运呀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毛病要是改不掉，少他妈进我屋睡我炕。这是我屋我炕，我是这个家的主人。那是从前，姑奶奶我来了，我就是主人。出去！信不信我打你？嘿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好男不跟你动，出去！好男不跟你动，等着。你们俩怎么还不睡啊？跟这儿站着干嘛呀？啊？孩子呢？睡了吗？嗯，这孩子还行，算懂事不闹人。行，你们都回自己屋睡去吧。今晚上我睡灯笼。莲花姐，你说对了，龙哥心里肯定有事儿。哎，跟我回家提亲吧。说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？找哥哥没找到，倒不自己找个爷们儿。咱们这算不算是缘分啊？就像新闻里说的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
那还等啥呀？快跟我回家吧。你干啥？李浩，你个王八蛋，你要教训我爷们儿？爹，你谁呀？于化龙。于化龙，走。你说啥？